开放式的 V 领，松紧度自己系，这样的服装很有灵活性的美感。我们都很挑剔服装，其实服装又何尝不是挑剔人的身材呢？有的服装设计天生就是为高挑的婀娜多姿的美女设计的，没有170以上身材的妹子更不就穿不了。这样的服装很有局限性，并不是适合大众，居多的服装都是很适合大众的，不过很受尺寸的限制。这个身材的美女也就只能穿这个尺寸的服装，有没有好的服装不是很受尺寸限制呢？苗条的身材的美女可以穿，微胖的身材的妹子也可以穿，不是那么很挑剔的人的身材，比较具有灵活性类型的服装。其实这样的服装生活还是比较多，其灵活性可以让人穿出两种美感来，时尚街头的颜值美女，柔顺的卷长发散落在胸前，很有女人味。身穿一件天蓝色的深 V 装，这样的一件 V 领装完全是开放式的 V 领，松紧度自己控制，这样的服装很有灵活性的美感。再搭配这么一件超短的破烂热裤，一双白皙美腿，美感十足，这样的穿搭无疑让她走在街头成为焦点。